天下太平。
好，就算你有十个人，你嘛袂可能轻压我下场。哼，在你本少爷面前开出大言，不管安怎样，我今日一定要将你擒拿归啊！万岁面前连我顶下锅了，总杀君！
放在水中的所在修炼，令这修炼所马伊尼变成灵形，并且放在水底内中，但阮思念心中感情也非常美好，日子也过得逍遥自在。虽然思念有交代，每日都爱修炼，啊，不过我嘛感觉大所无变。准备去停走啊！